我没出话。哦，好。你这好，我们要找一下哪里？哪里的？不过，好了。对，他从这边一闪就不是人。来，那环境啊，不有。一二三。咔咔，滴滴，咔咔。哇哦！哇！自由步嘛，不由他来的。哇哦！好厉害，他没助跑吗？上反正也不多，你一张嘴跟着。阿飞。那刘烨很厉害。啊？刘烨，他个高吗？他跟你俩人搭戏，对，走东京。全蹲着走，还是这样感觉不出来了，全蹲着走了，他全蹲着走，他练得很厉害，看不出来的，也不晃，太高了，都练出来了，练出来了，他蹲着走，走中景，俩人走中景，全蹲着走，啊，为什么我是半个？因为你怕是还没有五尺高，来准备，来开机。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右边画一道彩虹。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右边画个龙。阿飞，把那动作拿走，凳子。对，这是做什么？没凳子拿，这样。老师可以吗？一二三，走。你来。好的，我把这个我再来一遍，
OK。哎，转转转！我往这边去。这个我真喜欢去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一二三，向北，向北，这个放往后。再然后要再深一点。对对对。有那个转，有那个转，就是好看。再加这样就可以说话了。三天，给你三天时间，明天不来就别再想找我了。你疯了，干嘛跟我睡啊？走啊！跟住你啊！今天让我练车。来看一下，来。求生欲很强了。哇！我准备要等你三天，三天之后你不来找我，一辈子不想见我这。看花镜，看花镜，看花镜。你要进洞房了，感觉。这样这样，对，宝山都快娶媳妇了，似是而非。